来过来，这高中生算了伤过无站直咯。这个代志是发生伫个台南的安南区，一群高中生咧耍游戏，讲耍输的食，都爱走去洗浴房内底来跳舞。结果耍输的这三个，真正钻入一间浴房，替交通队做大声讲，大声来吼吆，佮走入人的店内快闪跳舞，安尼嘻嘻哗哗，前后有五届。店内底人客拢去互因惊惊到，这个警方接到报案，马上就找到这三个乱输舞的高中生，叫因都要为家己造证的行为向药房来失礼道歉。哎呦，来个看这个少年啊跳舞的所在，那真奇怪，唔是伫个舞厅哦。你看后边迄个在弄咩？我再来角度来个看，后边个有人摕手机啊来在翕。这两个人暗时走来台南一间药局，在门口口跳舞跳跳的做营造，最后内底药师看到啥啥无脏。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查甫囡仔入药局内底跳舞，跳了伤欢喜，搁险险啊跋跋倒，甚至有人家己穿假死来药局门口嗡嗡响。只有药房内底药师甲人客实在忍无可忍，只有打电话报警。不是说加言论自由的问题，不是就这么的随便。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透过监视器来找人，原来这是三名国中生，他们来变腔变梦变高人，才会乱对药局来。三个都是国中生。啊，因为他们在那边玩真心话大冒险，但输的人就是跑到校房里面去跳舞。警方找到这三名高中生了，要求因就要来个药房向药师来回失礼。这个行为有违反社会法之余，一些青少年如果有一些真心话大冒险的话，还是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。高中生的年纪都还好，是当真当热当爱耍的年纪。不过那是滚双球的时阵去影响到别人，安尼就无好咯。而且那是耍了伤过头去违反到法律，恐惊会连累到家长，面临法律的责任。啊，感谢话。